想，在02年冠军杯决赛，当时齐达内那个弯弓十大雕的那个进球，怎么也应该排进前三吧？结果只排在了第10位。我相信看这样的这种射门的时候，电视机前有更多的高手，大家看的时候肯定还在想，哎，哪个进球怎么没有入选？哪个进球没有入选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写信或者发邮件的方式呢和我们来取得联络。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星球的叫做什么修正版吧。